为什么说比特币站稳这个位置将会确立比特币的上涨动能会变得更加的一个强劲？那这个位置到底在哪个位置？我们先从新闻面来看一下，整体今天的一个新闻面没有出现多大的一个变化，没有出现很多出众的比较重大的新闻，但是我们可以去从一些清算地图以及技术结构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昨天比特币是出现一个流入的一个状态，说明一切的一个状况还是良好的。虽然说连续这几天流入的一个资金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有序的一个资金一个流向，它缓慢的进行向上移动，是吧？那这种向上的一个移动，它代表的任何一个事物的一个变化都是由量变引起一个质变的，说它这种长时间的一个流入到最后肯定会酝酿一次巨大的一个上涨，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清算地图，比特币的一个日内的话，这边比这边高，说明日内的话是有一个强劲的一个看涨动能，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一个62400美金的水平，61500这个位置非常关键，说明。那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的一个关键阻力点应该是在这个阻力点这点，也就是在这个61700美金的水平，也就是突破这个位置确定比特币的一个上涨动能会变得强势，也就是说我们突破这种位置的时候，价格企稳的时候，那它的一个价格会有接近10%到20%的一个上涨，在短时间之内，所以这个阻力点显得尤为重要。为什么说突破这个位置它会变得强劲？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没有，一个接触点非常非常多，之前都开始有了，你看这种1、2、3、4、5，那这种接触点一旦再次突破并站稳，它的一个动能是显得非常重大了，因为这种密集的一个接触点就证明多空在这个位置争执，就好像兵家必争之地，是吧？你看像这种像黄河这种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都会占据了非常多的一个兵力，多空互相之间打架，是吧？但是忽然有一边失守了，那它的价格就会砰的一声就往上巨大的一个价格移动，是吧？甚至是一根，是吧？直接向上突破到70000美金，这我是不会意外的，如果产生这种情况在这种关键节点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想突破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上涨，而且动能比较强，一定要去看这个61700美金的水平是否能够站稳。站稳这意味着接下来比特币的行情会有巨大的一个突破，所以近期如果你不想操作，你可以去观察这个位置，一旦突破，那你就意味着站稳了之后能够有巨大的一个价格移动，那你肯定能够吃到这段利润，是吧？当然现在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回调，直接是从上方的61700美金下跌了到一个59000多，再次进行反弹。那目前它正在这个上涨通道，而且在这个小型的收敛三角里面，也就是它在这个区间无论怎么样，是吧，等到3天之后它肯定会出现一个变盘，因为它无限去接近这个三角带的走势里面走出来，是吧？所以未来这3天时间里面它肯定能够去走出三角的一个箱体，在3天之内无论怎么样它都会走出三角带里面，只要它走出三角带就不要去逆势去操作。当然我的想法是接触到下方的位置做多还是比较稳妥一点的，是吧？因为现在在牛市当中，我不建议大家去做空，即便它出现回调就止损就行了，是吧？但是你只要方向一错，是吧，你每次都吃到空单了，忽然有一天开启牛市了，那你就吃不到上下的一个牛市的一个利润空间，你就一直是空头，一直做空，一直做空，一直亏损了，直到自己爆仓为止，输掉所有。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执念，就顺势而为，在这个牛市当中只要回踩呀，到足够的支撑点我们就去做多，做多保持这种节奏，那你就会在这个牛市当中获利非常非常巨大。这就是为什么突破61700美金的水平站稳，那你要去
考虑是否能够去加仓去做多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比特币你要去围绕这个位置去做，这是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它的一个空间，在这个区间里面这个箱体没有走出来的，大家不要去操作，还在这个位置来回震荡，是吧？好多次说明以太坊它是一个强装，之前的话我是多次去强调以太坊它的一个被操控性变得非常强，如果你去操作，操作还是比较安全的。之前你看它现在的行情你就懂了，非常的一个小碎步的一个洗盘动作，你看来回就剩下三四个点的波动，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澜，就反弹一下又下跌，反弹一下先。你像这种行情是吧，如果你不懂不仔细去研究的话，很容易产生亏损。你看像这种箱体一上来六十七十个点，一下来又六十七十个点，一上去又六十七十多个点，那这种行情就是3%到4%的一个波动，清算那些高位的杠杆啊，这种基本盘面应该大家能够了解啊。这里我就不再去强调了，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一个思考，或者是说想去做一些量化的一个交易，你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链接，这里继续怎么去加入狼人的一个社群啊，怎么去研究更多的一个，你当然你想去注册用我的链接也可以啊，免费手续费，如果你想去省那么一点钱是吧，当然大家注不注册就看大家意愿是吧，我自己不强迫大家去注册是吧，想去交易可以去参与一下。那今天内容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对狼人的视频感兴趣可以去订阅狼人的频道。好，我们下期见，拜拜。